嘿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最喜欢吃蓝 buff 的尚恩。影片开始呢，虽然 Hip Hop Man 被淘汰了，可是他在我们心目中永远都是一个传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呢，可以考虑订阅，也可以点个喜欢，也可以留言。我们这次带来是瘦和牛井射手的实战解说。一开始我们习惯帮我们的打野设计下这个蓝 buff， 加快他清野的速度。那七二这个打野的方式是非常快的，他把蓝 buff 拉去蜘蛛旁边，这样子他吃了蓝呢就可以直接吃蜘蛛，省回一两秒的走路的时间。我们这里有制裁呢，一开始就先把这个鸟吃下。由于井有位移呢，它是可以玩兽魂流的。小丑的话只不建议，由于兽魂流的属性对它没什么用处哦，它比较需要物理攻击跟无穿。那特安纳斯呢，它缺点是它没有位移了，如果它不带瞬移的话，它很容易死掉。因此特安纳斯也是没那么建议玩兽魂流。当然，勇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测试哦。前期我们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把兵线清干净。那自己发觉是爱丽丝，那最近我本来想要做一个爱丽丝安娜贝尔特辑哦，可是爱丽丝实在太可爱了，她跟安娜贝尔差有点远。这边我们的美娜抓到敌方爱丽丝，因此爱丽丝要送去人头。那我们的辅助美娜成功的获得一血。我们这次能够击杀爱丽丝呢，主要是她想要去支援她的队友，然后被我们包夹到。应该是他们没有沟通好哦。当然，我们很及时的跟上呢，也是一个重点。我看有些观众朋友玩魔龙路呢，很喜欢，就是不太喜欢支援，支援速度有点慢。我们刚刚先把敌方拉兹赶走了，把他打残，最后再配合我们的提尔吃掉魔龙。由于我们刚是魔龙上四等呢，因此我们都可以学到大招，成功顺利的打赢这场团战。目前我们的击杀参与率是 100%。 我玩井呢非常喜欢跑线哦，因此我们的奥义都会带5个精灵或者甚至10个精灵。这边我们的魔力是不太够的，我们打算等等要回家。如果你们喜欢呢，也是可以买那个回复魔力的吊坠，这样子配合我们的兽魂剑呢，我们就可以一直赖在线上。这里敌方小丑可能要交一个瞬移，他被我们成功的包抄到。本来我们是想要回家的，可是下一波兵线已经到了，因此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兵线清一清。这边我们买出兽魂剑，买了兽魂剑呢，就要积极的繁衍，尽快把这个层数叠出来。叠满之后呢，有额外的45点物理攻击，还是比较有用的。这里我们的魔力呢，只够剩下一个翻滚射击，因此如果敌方英雄过来抓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尽快的撤退。我们发觉敌方的打野人在中路抓我们的歌德。歌德的翅膀是有点强势的，由于他使用他一技能之后呢，就可以马上触发他的被动。我们自己赶紧过去支援我们的美娜。就我们的骑士成功把敌方赶走。那这是一个 A2 场的排位赛哦，基本上呢，能够出美拉就代表他对辅助有一定的自信。这里我们先把魔龙制裁掉，然后尝试去攻击敌方，就成功击杀敌方两个英雄，
大家注意到呢，我们的大招的箭头是指向下面一点的，结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它往上射，有点射歪。那可是它大招特效呢，确实还蛮华丽的，这个造型。至于冰线金塔呢，我们尝试把这个防御塔推掉。我们基本上呢推了塔就要赶紧撤退了，由于敌方都已经复活了，他们的状态是非常好的。可是这里呢，我看到一个还没有撤的红 buff， 有点心动，心动不如行动嘛，所谓。结果这里两个大招要砸在我们身上，看来我们是死定了。可是临死前呢，我们有吃到这个红 buff， 就值得了。哎，这边哥的怎么在说干得漂亮？那刚刚呢，虽然我们是有优势的，可是我们那样的做法呢，是有点贪心的一个失误，观众朋友们就不要模仿。我们复活之后呢，赶紧往中路移动。这边我们的打野也被敌方终结掉。我们先清接下来要来的兵线。玩景呢，我们的翻滚射击暴击的话还是非常舒服的。这边魔龙差不多要复活。我们的伤害呢是够，可以直接把它快速的吃掉。我们先拦截这波兵线，有两台炮车。然后呢，我们帮我们的骑士吃一吃。我们看到敌方的甲虫快要到了，我们先压制制裁，然后直接把它击杀。成功射到这个魔龙之后呢，我们再去支援我们的队友。这里我们先找敌方的甲虫，给他们一个大招，再翻滚射击，成功收到敌方的甲虫。这边我们的缓速呢，好像没有命中敌方的爱丽丝哦。那这个敌方爱丽丝竟然成功的残血逃脱，运气非常好哦。之后我们再顺势把敌方野怪翻一翻。兽头牛有另外一个好处呢，就是翻野的速度非常的快速、哦，并且吃魔龙、古龙跟凯撒呢也非常的快。那兽头牛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没那么明显的好处呢，就是我们可以靠发育、靠经济跟装备来砸死对方。我们随时要过去支援我们的队友、哦、虽然我们是射手呢，支援也是非常的重要。应该说这个游戏呢，所有位置都应该及时的去支援。如果常看我的影片的观众朋友们呢，应该会发现我不管玩哪一路都很喜欢去支援，就算是最边缘的凯撒路。这边有炮车呢，我们尝试强拆敌方的防御塔。那这边我们的队友就成功切入了，把敌方打残，并且击杀了敌方的拉兹。我们先等他这个兵线把防御塔推掉。推掉防御塔呢，除了有钱之外，更重要的就是可以拓展我们地图的控制权。我本来想要留我们的制裁给这个魔龙的，可是敌方打野快到了，因此我们就把它制裁掉。这里我们的哥德尔跟美娜的控制是非常够的、哦。那哥德尔预先开了大招，结果甲虫还是跳了进来，
有点像捕虫网的感觉，上篮屋吗？我们接着清明线。打出天成云之后呢，我们的单挑能力是非常强的。以敌方的英雄来说呢，是没有人可以撑得住我们的暴击。然后苏和牛呢，个人觉得是绝对可以行得通的，尤其是在边线的射手。这一场由于美娜呢，大部分时候都跟我一起分担经济了。如果辅助是玩传统的游走型呢，那我们发育会更快。这是一个 A2 上 S 的排位赛，非常认真的一场。那大家可以注意到呢，我在打团的时候呢，尽管没有优势，我们都是一直往后走的。玩射手呢，不管你多肥或者多瘦，我们都要往后走，在最安全的地方输出。要记得呢，是死人是没有输出的嘛。那敌方爱丽丝开了他大招，我们现在偷个红 buff， 仅有红 buff 呢，还是比较开心的。虽然蓝 buff 也很重要，反正 buff 都给紧就对了。走过路过呢，反反敌方的野怪。这边我们打野的血量太低了，他的大招呢只命中敌方一个英雄是非常不划算的。我们这边敌方拉兹缓速到哦，拿着这个大招，就我们临死前把敌方的拉兹也一起带走。那这次呢，可以给敌方做一个比较没那么亏的交换呢，主要是因为敌方有爱丽丝，他大招成功的阻止了我们继续的追杀。当然队友追的也有点急了，我们已经很谨慎的尽量不要往前靠。比较可惜的是最后被敌方拉兹火球命中，如果刚刚敌方的拉兹火球没有命中我们呢，我们是有机会可以把敌方全部杀掉的。但是拉兹火球的破防呢，配一个大招实在伤害太高。如果观众朋友们不知道呢，拉兹的大招还会降低我们的伤害，因此拉兹的火球跟大招呢是优先要躲的技能哦。侍女们要把这个蓝 buff 让给齐尔，后来发现齐尔没有要吃的意思哦，那我们就勉强的受下，勉为其难，获得智慧前缘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哦。我们目前的装备呢已经满装了，因此吃凯撒是没什么压力的。这边敌方三个英雄击杀了我们的齐尔，大技能呢，玩齐尔开大招之前要先开一技能，这样子一技能就会飞去我们大招的地方，造成更多的伤害。还有呢，就是尽量先使用二技能再使用大招，这样子大招完刷新可以再一次二技能，就很多细节呢可以增加齐尔的输出。我们这里有凯撒的 buff 呢，基本上是一枪敌方半管血的，而且我们有买死神呢，我们可以更往前冲一些。死神这个位置呢，我有时候会换成全能武器，有时候会换成王者之剑。那至于我们的队友成功把敌方的主堡摧毁掉，赢得这场游戏。以上是我带来的 S4 排位赛仅收获牛的四段解说。仅呢是少数可以带制裁的射手之一。如果观众朋友们觉得影片不错呢，可以考虑订阅、分享、点个喜欢。我是尚恩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